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再度收看飞跃十倍速节目，我是韵达投顾蔡一章。好了，今天是礼拜二啊，台北股市啊今天终于上万点了哈，来了10001点啊，就多了一点啊，10001点。不过今天台北股市啊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戏剧化。怎么说呢？各位看一下这个画面呢、啊，早盘的时候呢是用逆黄拉，一拉拉拉拉拉拉，10点之前呢其实就已经拉到10001点了，最高就见到了10001点哈，比10000多那么一点。好，那10点过后呢，指数就这样放手了，让它溜滑梯，一直不断的溜下来，越溜越低，越溜越低，最后12点多的时候呢，溜到9899，就比9.9低那么一点。好，那最后呢是收跌21点啊。今天盘市呢就是这么奇怪，也这么好玩呢、哦，因为最高就比10000点多一点，10001点呢、啊，最低呢就比9900低一点，就是9899。好，今天的盘市好像刻意把它捏造出来的哈。好了，不管如何，台股今天表现的话，你觉得如何？其实我们这样子平心静气来看哦，今天的股市哈是呈现一个大黑棒。好，那大黑棒而且是收黑的。成交量也放大到1081亿 ，OK， 换句话说是放大量的一个大黑棒。那如果说就事论事，而且论收盘的论英雄的话，今天呢、啊、多头并没有占到完全的太多的便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所讲的，今天即便是指数创新高来到10001点了，但是呢呈现了一个放大量的大黑棒，而且还收黑的，哦，等于是说根本就给你拉高高。然后再放手杀滴滴的拉高高杀滴滴，如果是反方向过来，先杀滴滴，然后再往上拉高高，那这盘势就美多了。但是偏偏不是，他先给你拉高之后再放手杀下来收黑的，所以呈现一个黑棒子。这样的形态对于台股的后面呢、哦，后市来看的话会比较弊多于利。哦，对于后市来看的话比较弊多于利啊、哦，这个请各位哈、哦、特别留意到。而且今天呢。就好像是我昨天所讲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啊、哦，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昨天台股指数呢涨了37点，但是台积电是涨了5块钱，其他的全部都几乎都覆灭了哈。那今天呢，台积电啦、可成啦、鸿海啦，有它都有这创新高的，这是指数性的股票创新高。但是呢，这些股票创新高了，其他的股票难道都没有吗？真的都没有，因为今天大盘还跌的。你想想看呢，如果台积电、鸿海都已经创新高了，今天指数难道会就这样子而已吗？再想一点，如果说大部分的股票或所有的股票都跟台积电、鸿海一样的涨幅的话，那今天指数呢，很可能就是10000多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台积电红了，鸿海红了，可成红了。为什么特别讲这三档股票？因为这三档股票是指数性的股票，而且都是创新高。好，如果说没有创新高，就像大力光是收红，但是呢它没有创新高，那就没有多提了。但是我讲的是指数性的股票又能够创新高，但是大盘指数却是压到收黑的，那很显然就是今天大部分的股票都没有怎么涨到，而且今天来看的话，下跌家数高达738家，上涨家数是197家。我现在讲的是上市公司，很显然就是下跌的家数远大于上涨的家数。这盘势你会说这样子是雨露均沾吗？或者是鸡犬同步升天吗？好像也未必哈、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早上的昨天的讯息啊，传真稿5月8号哈，昨天是上涨37点了、哦。你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哦，画红线的部分，其实有的是错误的，错误的我依然拿给各位看哦，因为这毕竟是我所写的传真稿哈。昨天台股呢是反弹开高收红的，这昨天呢、啊、礼拜一哈，合乎我们昨天一大早的预测，没问题的，出现成交量放大的红十字线了、啊，暗示上档的确有压，想攻万点困难还是存在，的确。是有困难，但是问题是今天还是攻万点啦，成功啦，有过啦，好，指数继续往下修的危机依然是存在，也没有化解掉，也的确哦，这句话是真的没有错了哈。各位看一下在下面这一段，这礼拜台股指数有跌破9900的压力，说实在的，这句话马上对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昨天台股指数收盘是在9937，
而且气势还在往上的路上。当你气势在往上路上，突然间我给你泼一个冷水，说这礼拜指数还会往下跌回来9900以下的可能性。结果昨天礼拜一才刚讲完，今天马上验证，虽然指数也有到达10000点以上，但是同时确实也跌破了9900点，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盘。当然了，我讲它奇怪是因为它高点就比10000多一点，低点就比9900低一点，就这样子的奇怪哈。好啦，不管如何啦，反正盘势就这样涨出来哈。各位看下去啊，这礼拜呢，台股指数有跌破9900的压力，今天马上实现了哈，但是也不至于大跌，也对呀，今天才跌21点而已啊，没有大跌哈，虽然跌破了9900，也没有大跌哈。换句话说呢，股票如果说想要借弹起来折高点卖出的话，应该还有机会。亲爱的朋友，这句话其实也是我强调的一部分。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所写的，就是说持股大换血。我们先来看到持股大换血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股票方面呢，就会讲的比较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手上的持股方面的一句话哈，光是今天礼拜二5月9号这一天，我们今天就把很多的股票，不管是空单也好，多单也好，都做出了下车动作，而且几乎都是获利下车。或许你会觉得奇怪，大盘指数创新高来到10001点了，你的空单还能够获利回补吗？我告诉你，是更大的回补，更大获利的回补啊，是这样子。我想要这个地方呢，立刻的给各位看到，你现在看这一张，就是今天早上8:41的信息。今天早上5月9号没有问题哈，早上8:41，换句话说呢，还没开盘之前我就挂架在那边了。兆赫这档股票，我昨天在解盘的时候也有提到过的哈。兆赫2485的代号，空单30块基获利回补，成交了，因为后来还跌得更多一点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见价见好就收，30块基获利回补。各位看一下哈，今天最低多少？32.05。不是，这是5月3号的，这是5月3号的，应该直接看到5月9号这一张。没关系，我先看5月3号这一张。5月3号这一张是当时放空的那一天，5月3号，我要写个会赚哦。好，32.15放空的，当天收盘32.05，其实也没有赚到嘛。好，好，再看下去，5月8号就昨天礼拜一的，空5月3号的32.15，昨天收盘30.9，获利已经达到1.25块，3.8%，而且昨天股价还创下今年的新低。这是昨天的5月8号。好了，我们看今天5月9号，我们补在这个圈圈的地方，今天最低呢还到达30块，那我们就挂30.7。我刚刚给各位看的，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多单空单都大换血啊，空单就回补了。而且你看哦，你看这个图形来看的话，你感受不到大盘是今天上10000点的，这种图形怎么像？而且你看下去的话，你就觉得更不像的地方还在后面哦。我们在8点多就挂30.7，所以呢，今天是很 OK 的，完全成交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？今天更低还有到30块，所以我们30.7成交是没问题的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空32.15，今天补30.7，收空落袋完。如果说以昨天收盘30.9的话，我们一张已经赚到1.25块，3.8%了。今天30.7回补的话，是不是超过了3.8%的获利率？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补得更深一点嘛。那如果说你看这一张的话，就知道了，它股价来的话，看不出大盘是上10000点的。我们空在5月3号这一天，补在今天5月9号这一天，32.15空的，30.7补起来的。这个图形你完全感受不到大盘是今天在上万点，对不对？很显然喽，因为今天大盘呢在上万点的同时，其实很多的股票不是只有兆赫是特殊的啊。我只是空了一个弱势股，当然选就选弱势股来空啊，干嘛去选一个强势股空啊？那这样的话肉还会多一点呢。好了，那你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图形，你会觉得跟大盘的图形非常不一样。借这个图形让你感受到大盘即便是在今天很风风光光的上了万点，但是呢，不代表很多的投资朋友都赚到钱。假设你今天报到这一档股票呢，那又怎么去形容？对不对？因为大盘今天是上万点的，这样的股票确实创新低，
而且创昨天就创下了今年的新低，今年跌得更深了，补起来了，空单回补，赚1.45%。好了，这是兆赫。其实这一段时间呢，尤其在这几天呢，我们几乎天天都有获利落袋为安的动作，尤其在今天呢，我特别写的就是持股大换血。 动作还更多一点，这只是其中一档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在昨天的时候呢，应该讲5月3号的时候呢，我们这档应该是不是5月3号补的，这是5月3号放空的核大，我们在隔天就补了哈，在当时空138补13，不是空138收盘是136，那隔天就补起来哈。各位看到5月4号上礼拜四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8点多挂价，空单3134.5的做获利回补的动作。 而且真的是补在当天的最低点，好，各位看到，好，当天最低点就在这里，那我们在8点多就挂价啦，没问题吧？所以呢，就可以说是完全的成交。那这样的成交来讲话哈，到底是赚到多少呢？这是在隔天就可以，在这一张就看到了，这是在5月4号的核大空单下去补起来，说实在速度也非常快，当天空，隔天补，两天。 落袋为安，快刀进，快刀出，赚3.5块收工。好，这个是赚3.5块的。好，你看看这两张哦，都是属于空单的。当然了，下个阶段回来的话，你还会看到其他的空单呢，在陆陆续续做获利回补的动作，很奇怪哦，光怪陆离哦。台股指数创新高了，我们空单是一档股票的做落袋为安，就是获利回补的动作。我获利回补倒不是说。 突然间看好大盘，倒也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补完之后呢，我再继续另外一个股票的做进行封通炸放空的动作。其实讲到这里方哈，这个地方来讲话，还是要跟各位澄清哈，我不是死空头啊，绝对不是，英文都是做多上来的，是一直在做多。下个阶段的话，你还看到我们其他做多的股票是在获利下车，一个死空头老师是不会去建议你去做买进的。 因为他看坏盘势，天天看坏，天天放空，哪有可能建议去做多的？但是问题是，我是常常在建议会员做买进动作的。只是说今天不管做多的，我获利下车了；做空的获利回补了，我今天就是要做这样的动作。因为盘势正在精彩，人怎么可能在那边无精打采，对不对？尤其在今天成交量也有，震荡的幅度也够，超过100点。 所以呢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会员呢能够多少都要赚到一些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昨天也有动作啊，今天也有动作啊，应该明天都还会有动作的。啊，你想想看呢、哦，如果说入会之后呢，天天都有能够有落单为安呐、啊，不管是空单下回补啦，哦，多单的获利下车啊，如果天天都有收到这种信息的话，哎，啊，你有更高啊，我直接入会是交战，入会卡是要丢，因为家己咧操作的时候，你嘛唔知点是要落车。 什么价什么落车，你嘛唔知。但是入会了，你会感觉，哎，点点落车，啊，明明也无几支股票，三支从追。从我这边来讲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有会员了，有的一档呢，有的两档呢，因为我的股票现在就是因为不断的陆续下车，都还没买新的，还没放空新的，什么都还没做，结果呢，又有获利回补了，又有获利下车的动作已经做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手上的股票来的话，哈，要么就是一档，要么就是两档。 你想想，这么少的股票，我们都还能够不断做出获利下车、获利空单回补的动作，你想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？所以这跟你操自己操作是非常不一样的。自己操作99才一档股票下车，自己操作99才一档股票可能要停损，但是呢，我们几乎天天在做动作，哎，这样的话就等于天天都有钱进来的感觉。阿内威阿水共。 我咖喱，我咖喱，你有刚刚有出来哈？然后我这个地方特别写就是注意广告，母亲节的献礼，为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要特别跟你讲说这个地方哈，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消息，知道吗？因为如果说你假设你从去年7月一直看到我们这个节目，一直看到现在的话，你不会看到我任何一天有过优惠的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没有，从去年7月到目前为止，将近1年的时间了，基本上是各位啊，鼓励去为他上这个频道的啊。 但是呢，这段时间里头，将近1年的时间里头，我连一次的优惠都没有。太多的朋友打电话进来公司了，就问我们的自己的先生小姐说：“那我要加入蔡老师有没有优惠？”啊，就真的没有。啊，没有，今天突然间有了，就是因为母亲节到了嘛。那既然母亲节到了，我把它视为比任何一个节日都重要的话，你还不赶快把握？请问你要等到母亲节结束之后，你再来要求是不是有优惠吗？
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无聊，你能够把握的话就趁现在赶快把握吧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立刻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军法总部感恩天下母亲，即日起推出温馨母亲节快乐方案，只限母亲，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，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运达投顾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飞跃十倍数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，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。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地震真可怕哎！哎，地震别害怕，看我的防震宝典。防震宝典。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，规划避难逃生路线，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，准备紧急避难包。那地震时怎么办？保持冷静，立即趴下，掩护。稳住抓住桌角，记得哦，保护头颈部最重要。嗯，有备无患，临阵不乱。各位好，欢迎回到飞跃时评速现场，我是蔡宜江。今天台股指数上了万点，当然大家都很开心，搞不好都放鞭炮在庆祝嘞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听到鞭炮声，你真的能够笑得出来吗？因为太多的股票真的是跌下来的。今天上涨加速，如果说以上市公司来讲的话，上涨是738家，下跌是197家，上涨的远远低于下跌的加速，下跌很多，700多家。所以呢，如果说今天上了万点要笑出来的话，恐怕是少数的人类。尤其如果说我刚才所讲的兆赫这档股票，你看图形，你会觉得今天大盘指数真的上万点了吗？看不出来。如果说你这档股票看这样看得出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看得出来才有鬼。兆赫，这样跌的，当然它不是说这一段路哈大盘跌最深的一档股票，不是。但是我为什么特别讲它？因为我放空它，我有放空啊，今天做回补啊，今天把空单回补起来啊，大盘上的万点，我今天空单回补获利回补接兆赫，而且我今天补股票的，或者说今天获利下车的，不是只有这一档嘞。你再看下去的话，还有这是5月9号，今天早上10:04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档奇迹，我昨天节目也有讲哦，奇迹6285这档股票的空单83.7获利回补，好，837，亲爱朋友，我看最低多少？11:30的835。换句话说，837这条黑色的线、这条绿色的线、这条蓝色的线就补起来了，没问题吧？我特别把它画一条线，就是837，最低就是835。那换句话说，837我们在10:04挂出去的价格，837是可以成交的。10点多在这里啊，11:30过后成交了，没问题吧？这档股票其实我也讲了，5月5号放空的，空86.4，当天收盘86.1，我要写的准备赚喽。好，5月5号看完之后，6号、7号是礼拜六、礼拜天，8号过来85.3，获利中了。今天
五月九号补起来，空五月五号八六四，五月九号八三七补起来，八十六块四减掉八十三块七，赚两块七，3.1%，三天收工，落袋为安。像这样的股票来的话，你不竟然是感受得到大盘指数真的是上万点的，但是我就一档一档的给各位看，因为这样的股票的确是我们获利回补的股票，是放空的股票，不是做多的股票。那你说做多的，对不起啊，今天可能是感冒了，喉咙不是很舒服哈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但是我你看哦，感冒的情况之下，你看我股票还做得那么好。啊，如果没有感冒呢，那不是做得更夸张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不管如何啦，好，大家保重身体。那至于盘势方面的话，由我来帮你承担就好了。你可以看到，刚刚是看到了兆赫，我们上个阶段有讲到兆赫空单回补嘛，那这个是起机，也是空单回补啊。等一下看下去的话，你看到我多单有下车的，你再看下去。那至于这个今天哦，空单回补的，就是刚刚所看到的是起机啊，五月五号放空，五月九号今天回补837哦，这样子获利是2.7块钱，3.1%哈。那你再看到是昨天的，这昨天获利回补的哈，昨天啊不是获利回补，获利下车的哈，做多的下车的，好9:21哈，早上9:21建和新的47.3，事件获利下车哈，这档股票是昨天下车的哈。那4月17号买进的457哈。那到5月8号，昨天下车457473，赚1.6块，收工落袋为安，这是昨天。所以你几乎可以看到天天都在获利下车的，包括你刚刚上个阶段所看到的，我们在上礼拜五也有下车啊，好啊，昨天也有下车建和新啊，啊，今天下车可多了，所以才跟你特别写的持股大换血，下车就是包括你看到兆赫空单回补啊，哦，还有包括你刚刚看到起机空单回补啦，今天哦空单获利回补哦。是空单哦，亲爱的朋友，不是做多获利下车，这才厉害哦，空单来获利回补。接下去的话，你看到是建和新昨天是做多的下车，今天还有下车的哈。然后这是4月17号的茂联啊，这个其实有讲过的啊，4月17号、5月2号下车的茂联，几乎天天在下车股票，你们觉得很奇怪哈？好像股票很多哈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股票就真的只有最多三档，够火力卡做23支。有点像一支，有点像两支，有点像三支，啊，无可能四支。如果四支冒出来的话，那就让你退会都没问题的。啊，反正不可能有四支，最多三支，两支一支。像现在以今天收盘来看的话，我们手上只有一支或两支，所以明天我们如果说要再买或放空，啊，多的是机会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假设你今天入会了。你就明天马上收到讯息，要做下一个动作，做什么动作呢？明天你就会收到了，很简单的。而且你收到动作之后，假设明天礼拜三你已经买股票了，你会看到，搞不好礼拜四又有下车股票了。这种感觉哈很难形容。就是说，你今天买股票明明不多，那但是却是常常能够做落袋为安啊，获利下车动作，常常会收到。这种感觉来讲话是太奇妙了，是简直言语难以形容的，因为只有你入会之后呢，你透过你手机收到讯息，才会感受到说，哎，啊那也可以给那个落车，啊明天才会落车，啊明明股票无几支，个跌跌落车。好了，这是茂联呢，昨天上礼拜5月2号下车的哈，这样一档股票赚到多少？192块出场，扣掉买进价178块。这样子赚是4块钱，7.9%，哈，也不是小趴数呢，常常下车也不是小趴数呢，7.9%呢。好了，再看下今天呢，再看下去，台盛科这档股票5月2号进场的，7.90块，收盘90.3块，我还写了这笔单要赚不难，暗黑赚十股。好了，看下去，看到5月5号上礼拜五的时候呢，当天是跌1块钱的，那收盘是收93块，跌1块钱。我都还赚到3块钱，你可以感受到赚钱正在扩大之中，3.33%的获利率。好了，那看到今天的话，我们就下车了。我们下车在一个红色圈圈的地方，10点多红色圈圈的地方下车的，下车多少？934。你看最后收盘多少？91.2块，收在最低点呢，亲爱的朋友。何在问赵廖有劲哈？
九十三块四，下车的位置，买进价九十块，赚三块四，3.8%获利率。安德尼个砍六，又是落袋为安了，又收工了，亲爱朋友。所以你看到今天来的话，可以说是真的持股大换血，因为一档一档股票做多，像这是做多下车的台盛科，还有包括你刚刚看到的兆赫的空单获利回补，刚刚看到的启基获利空单回补，这个都是在不断的回补，不断的下车。哎，多股票多吗？偏偏又不多，就两三只而已，这样子还能够才能制造这样的一个奇迹。亲爱朋友，我就是制造奇迹的人嘛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母亲节献礼，请你好好把握。我说过了，从去年七月上这个节目频道之后，一直到现在快要一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推出任何一次优惠，就唯独现在母亲节。所以你如果要把握我个人的优惠的话，请你好好把握这一次，就做了这一次，过了这一春没那个春啊，所以过了这一次的话，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，所以好好把握这一次了。OK，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明天早上股票操作顺利，谢谢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感恩天下母亲，即日起推出温馨母亲节快乐方案，只限母亲，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，立刻享有520最佳优惠，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韵达投顾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，立即搜索飞跃十倍数或扫描 QR Code 加入，让您掌握标股获利加速。02-2781-0909，2781-0909。轴轮精细的刻痕，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；不分昼夜的运转，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。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，斟酌每一个环节，带领会员转动获利的巨轮。因为珍惜托付，所以全力以赴。韵达投顾02-2781-0909，02-2781-0909。